Hello， 枪友们，这里是曼谷，我是枪火。今天呢，拿我这把大左轮耍一耍。CO2， 这个以前这个 CO2 那个小罐撂的时间太长了，威力不太好。有人说，有枪友说那个 CO2 那小罐放的时间太长了，它会影响到它的那个力度。这回新买了几个，试试今天的效果怎么样。走着耍一耍。是我瞄的不准，不是枪不行。没子弹了。左轮枪的缺点就是这个子弹容量太少了，太麻烦了，打一回子弹太麻烦了。很简单，就是瞄得不太准。走着，新的一轮走一屉。尽量瞄得准一点吧，我。一个没打着。蹦下来，现在剩下最后一罐了，看看这一轮子弹能不能给它打下来。我这个玩这个左轮的精度就是太差了，没怎么练。还行啊，不容易啊。朋友们，今天就到这块了，太热了，该回去了。这个一罐 CO2 没打完，没想到还挺金石。下一回吧，留着下一回再试试。这个左轮这个不是它不好，是缺乏练习吧，就是还是因为子弹问题，还是因为这个子弹装填太少，玩起来不过瘾，很少玩它。下几期我再多练练，然后再展现好一点的枪法展现给大家。今天就到这块啦，感谢大家欣赏我这期的节目，感谢朋友们一直鼓励和支持，拜拜。